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金九长老，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安息日的课程，请我们来看。今天我们圣经宇宙大学要跟大家分享，好，来看安息日课程第十一课，持守信仰的家庭，持守信仰的家庭。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我们这个存心节，存心节。好，再看存心节这边，希伯来第十二章第一节说，我们只有这许多的见证啊，许多的见证，见证就是说他们都相信主耶稣基督啊，很多很多的见证，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我们就应该把那些怀疑啊什么那些重担，那个重担就是说要把我们有怀疑的，有不信心的那些就叫做重担，脱去容易成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要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希伯来第十二章第二节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好，这个是我们一方面要看看那么多的见证啊，见证说主耶稣基督啊，他的教导啊是的确是受这个神父所感动过来的。那还有的就说这个主耶稣本身啊，他这个为了他的生命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就也还被很多很多那个羞耻的那个侮辱啊什么所以他也不会羞耻，因为他知道说他所做的是为了要做成我们的救赎啊，是这样。所以我们有这两点来看的话，那我们就要坚守我们的信仰啊，是这样。那么今天持守信仰的家庭，在这个家庭啊，就说要持守，要坚守，要坚持的守着这个我们家庭的信仰。那这个今天呢，今天是主要是要讲到这个文化，那文化这个家庭的信仰也算是我们的文化。那什么叫做文化呢？文化是应该是我们所实行的的教导啊，我们从我们的祖宗接受到一些传统的教导，这传统的教导我们就实习了，我们就做了，我们就是这样的话就变成我们的文化。所以我们这个家，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文化。请我们来看这个家庭啊，从我们这个左边啊，我们这个左边来看，说这个小小的一个圆圈就算是一个家庭的文化。那么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有那么大，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小圆圈，小圆圈构成这个大圆圈，那每一个小圆圈就是每一个家庭的文化是不同的。那就好比那个我们来到美国，然后到美国，我们这个小小的这个圆圈就
进到这个大圆圈，那个这个大圆圈，我们就遭遇到了很多小圆圈，就说很多文不同的文化。所以在这个美国啊，比如说我们有各种国家的餐馆啊，那各种不同各种的菜饭饭菜，那这样的话就算是不种不同的文化。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维持我们信仰的 这个家庭信仰的这个文化呢？所以这个在经文说我们，你看有了两个见证啊，就是说一个见证就很多那个使徒方面的见证啊，说他们都很坚强的维持他们对主基督的信仰。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用主耶稣基督来做一个例子，他既然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就说被那个被侮辱啊，那他就也不觉得羞耻，就是这样。所以啊，我们也应该这样。这边说都受到所处文化的影响，就说我们不管到哪里去都会受到不同的文化的影响啊。将安息日改为星期日，就是一个强而有力的见证。这个文化不同，就是说文化的改变把这个简短的说起来啊，我们只有两种的文化，应该是有两种的文化。一个文化就是说天国的文化，天国的教导，天国的文化，那我们持守这个天国的文化。可是来到这个这个国土，这个世界，人类的世界又有另外一个文化。所以我们要持守，不但要持守，还要能够辨别它这个我们和我们冲突，这个文化冲突的吗？因为这个文化，这个天国的这个文化是不能改变的，我们是要坚持到底的，我们不能妥协的。这个文化是和别的文化不一样，别就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文化，那不管是哪一个文化，可是我们持守着我们这个基督教的文化，因为主耶稣说我是那条路啊，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所以如果我们坚持相信了他这样的教导的话，不管怎么样我们也不会妥协，也不会把这个文化改变了。所以这个文化一定要把这个基础打在这个我们家里里面。当然这个不管是有了多么强的文化，家里两个小孩子就好像那个阿贝尔和那个卡因，两个小孩子同一个家里，可是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想法就变成改变了这个文化。家里面教导说你要把那个把羔羊来献给主，可是卡因呢就没有按照这个传统的学习所以在一个家庭不管怎么样也要尽量的持守我们所信仰的这种文化。那这样的话不管我们到哪一个地方，我们不但是要持守，也要把这个地上帝这个天国的文化就宣扬出去
是这样。那么啊，文化在家中的力量，这个要啊要很强啊，要很强力啊。这边说美好的事要牢牢持守啊，要牢牢持守。我们知道说，经文里面所教导的都是很真的，都是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啊经文里面的文化保持下去。还有就是说，啊，就是说，啊，支持教育变故的家庭，支持教育变故的家庭，这个家庭一个家庭啊，都往往会有变动的，因为有时候那个要搬走了，要搬迁了，改了地点，也要啊变故了，啊，还有工作方面、职业方面呢，都有变动的，所以不管啊教育什么变动啊，可是我们这个不变，这个文化，上帝跟上帝有关系的这个文化是不能变、不能改的。那还有很多那个，我们要小心注意，这个把这个上帝天国的文化改了，我们就不跟他们妥协。比如说，他们把这个安息日改成星期日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跟他们妥协，因为他们这个违反了这个天国的文化。那这边说回到初代信仰，回到初代信仰就初代信仰就是啊亚伯拉罕的信仰啊。这边说真正的信仰不是遗传啊，也不是能自然而然就从这一代传给下一代的东西，每一个人都需要围着自己的缘故来认识基督啊。这个个人啊，每一个人都要啊认识基督了，都要经过受洗礼啊，啊，这就变成啊接受了天国的文化啊。这边说，父母能做的有限，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加上父母要尽一切啊努力创造出适宜的环境，让年轻人愿意做出正确的选择啊。但最终一个世代的啊得救与失落，取决于每个人对福音的选择，是这样。我们不能强迫我们啊家人的这个兄弟姐妹啊啊儿女啊，是不能强迫，可是呢我们要啊努力创造出适宜的环境啊啊，让他们来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这个啊这个我们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牢牢的记住啊主耶稣所讲的，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说，我是那条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我们牢牢的这样记住，不管到哪一个文化，我们这个主耶稣的教导是我们的文化，那我们也要把这个真理啊传扬出去，让大家也能接受了这种新的文化，因为这个文化是天国的文化，是这样。好，谢谢。